这些报告我们都反馈给政府嘛，我来制定一些政策，同时我们的网站也给民众看呢，让大家来体会到这个问题啊，宣传科学知识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希望很快会改变嘛。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改变的态度，就是要求人民赶快打疫苗啊。